最后一杯了，你干嘛抢人家的酒啊？都说了最后一杯了，不准再喝了。你不能喝，你不能喝那么多。你干什么，阿昭？我知道你难受。 舅舅、胡青丘老虎都没了，他们是为大宋捐躯。我相信，就算那天你在，你也会一样。啊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在，他们就会生龙活虎的回来了。 我希望跟他们在一起。 是死是活，我都愿意。不行，你是我赵玉锦的妻子，你不能死，你不能再这样糟蹋自己了。玉锦，他们怎么能这么早就走了呀？ 舅舅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呢，他守着大宋，就像看家护院的忠犬一样。他跟舅母见一面，比牛郎织女都难，到现在连个儿子都没。 还有胡琴、秋老虎，他们是我出生入死的兄弟。上刀山下火海的日子我们都闯过来了，怎么能现在就走了呢？我没同意啊，我不准他们死。 阿昭。